过来，往下，往下移动，往下移动。来，剑盾往下，往下。你五下开始射，开始射，开始射。来运道，那直接运道。让他死啦！让他死！让他死！回应了，回应了，回应了，回应了。是哦，干你啊！这样没死。来啊！直接打上黑暗在哪里啊？右上，右上，右上。我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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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拉。妖精没打哦。新打完吧。来，先所有人往右边靠，右边靠，右边靠。哎，打错。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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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剑圣进去，进去。来啊！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。剑圣都进去，剑圣进去。高情救骨，高情救骨。哎，旁边有只。不要不要！我们这边卡在上面了。怪物清一下，里面的剑战打不到，清剑战清一下怪物，妖精也是。哎，哎，三只三只兔龙在我们旁边哦，星九。兔龙都在周围哦。你在我旁边。我被晕了，我被晕了。我两只兔龙啊！这边来了，这边来了。先打这三个字，我不要了，三个字的，来。假声东击西，声剑马，声剑马，表情，表情，表情。来补晕，补晕。表情被声东击西 Q 起来。哼。那个剑圣帮我打大黑，就脸中那个两个字的。好，那声剑马没有来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招两个。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。我打过两个字呢，我打三个字的。三个字我标了，我打不到呢。小拳让一下。我打不到，打不到。打到上面有一只法师，哎、欸，我去打那上面那只法师，来，好、啊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来三个字的屠龙，三个字，接过，接过，接过。剑圣持续射大黑，剑圣持续射大黑。哎、欸，那个麦子，我们下面有一只屠龙在吸剑圣。好，你先帮我打这三个字。谁在帮他射呢、啊？上面有，上面有人帮他射，是不是？上面旁边一个人学圣剑吗？找一下。圣剑法在下面被卡住了啦。下面那只，我的表情放了方位五。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。这只吧。剑圣下面有一只，剑圣在那边。好，先卡了，先那一只在那卡住。我觉得你的剑圣要不要拉？不拉不拉，我现在不是你飞了。没有，你的剑太少了。打、那个两个字的屠龙，两个字的屠龙，贴网那一只，全部箭射，全部射那一只。来，屠龙，我现在搞你这个屠龙。全部射那一只，全部射那一只。知道了。光剑他边射边晃。来，这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！来，接我过哦，三个字的我要打。上面有一只法师圣剑法，上面有一只法师三个字红变圣剑法，这只我在打的这只。表情符号这里，这里有一只红变圣剑法。表情符号这里。你说我怎样？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出去，往左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刚被卡住，卡那个。啊！我遇到他就死了，遇到他就要死了。来。我们这个圣剑法回来了。你左边，左边也有阵容。圣剑法，这个，这个三个字学圣。对对对。红变，红变，黑蛇的，黑蛇的。这个三个字的，他学圣剑，他学圣剑的。一个变黑蛇。好，飞了，飞了。雨下飞吧。剑圣变轻，剑圣变法，有一只圣剑法。那个热龙飞掉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。来，我这边这边有一个。飞霸马的，飞霸马。你们现在在的位置下面是有，是不是？有一只圣剑法，有一只圣剑法，五个字那个。你们现在飞霸，你们要持续打哦。飞霸半血，飞霸半血，飞霸半血。你在飞霸。要去帮忙补啊！要去帮忙补。先把这个，那种外围的人先停止再打了，先把这个东西清掉。你剑圣霸王躲开，是不是？两个字的，两个字我在打。两个字的我在打，大黑旁边两个字。我在晕，我在晕。对，打那个两个字的，他被晕两次，他快没血了。
他是被冰是不是？伊斯塔是这个伊斯塔吗？旁边那个伊斯塔要把他打掉，那个伊斯塔，那个是法师一直在帮他补。哦，两个字的，两个字的。外面的打得到的打那个左边那个红变，红变圣剑法，死了，我们打这个两个字集火。你们打不到，你们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位置，你跟上去打。啊，两个字的两个字跑了，他快没血了，集火他。他快没血了。他被晕到，两个字的被晕到，两个字的被晕到。三个字的，三个字的。先打这三个字，听我讲，打这三个字的。三个字晕到，三个字晕到。好飞，好飞飞飞。OK OK， 你们继续打，我去打。那个两个字的要打掉了。秦九。我砍了刀是我不能砍王，我砍王。好了，两个字的飞了，两个字的飞了。好，左上角那个圣剑法要来了，红面圣剑法要来了。哎，三个字的又来了。来，你现在左边的进化，左边进化，把怪清掉。左边进化，把更猛的人把怪清掉，拜托拜托。五下输出。哎，秦九，那个三个字的要不要打掉？我在打三个字的，我在打三个字的。哦，我左边一点，我来来，请走过来。这一只三个字一定要打掉。上面有一个五德字的重变圣剑法，把它打掉。来，先打这三个字的。我再打三个字。小许，我再打三个字的。来，集火三个，晕到，晕到，晕到。好飞了，红的那个两个字的，等一下啊，借我过，借我过。我去外面打圣剑法，你们打。有看到圣剑法要讲哦，圣剑法来了，三个字的，三个字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我在打。来集火他，把他打掉。还晕到。十，八十。你剑圣现在往左靠，剑圣现在往左靠，往左靠。就是刚刚玩的，走一下左边。剑圣往左靠，走出去。走出去，然后包满，靠墙壁包满。不要让他们有机会进来，他们用助顺哦。不是，我现在让他们剑圣露出来，我要去打后面那些剑圣。打一下那两个，根本要帮不了。那个位置打不到，那个位置我打不到。咪，你要回去按一下旅馆哦。打一下这两个字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射他？要听说打秦九前面那个大黑旁边那。哦，圣剑法又来。圣剑法一直在，到底是哪谁在？谁圣剑？你们左下角，五个字的，五个字。你们。看我表情，这里我面前三个字的在豪豪银行那边，非常龙在那里打他，在豪豪银行。三个字右下角，他表情，你看我表情吗？他表情。豪豪银行那里快飞了。三个字的，三个字的，集火他，右下角，变一个黑色，
对，飞了飞了。他没有，现在打两个字的打。旁边的那个，往左下角那个屠龙。我们在打那边王死会被捡走。先把人打掉，先把屠龙打掉，再打王。两个字的先打外国。不然他们输出比较高哦。好，打三个字。打三个字，打三个字，全部集我三个字的这个。上面有红变法，上面有圣剑法，上面圣剑法，我去贴。我遇到。十，好十，两个字的我打，我在打。好十，喂喂喂，打王打王打王。我把路拿来。打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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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挤上去，挤上去。来吧，把刀骑有红血，刀骑有红血。来打王哦。这里三个字的，圣剑法，这里有这里三个字，圣剑法，把打掉。北村表情符号那边有三个字的圣剑法，把它打掉。不起来就好，不起来。读起来。欸、不要让他们的屠龙进来。来魔品，哎、欸、死了死了，我们的，又空的哦。干又空的。啊！不要跟他们打了，不要跟他们打了，飞了飞了。他们现在都有圣剑法，那三个字的、啊，记住吗？嗯。三个字变黑蛇变身的，黑蛇变身不知道，去看一下红变鸟。红变鸟。